我们这荣华富贵可就享受不尽了。哎，我真替他担心。他该回来了吧？ 总算回窝了，老大，想不到今天这批货真么顺利啊！走，张彪。 你我素无冤仇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为什么？哦，黑吃黑啊，没那么容易。这样，下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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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
Hey!
老大，咱们走着瞧。老大，呸！货已经到手，何必再追呢？斩草不除根，后患无穷。哼，就凭他，能怎么样？ 我们还是就地分赃吧。嗯，老三，慢点。现在不是时候，楚炯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加上附近缉私队查得很紧，我们还是化整为零，分头潜进致远镇，到了山区碰头比较妥当。 嗨，还是照老大的话去做吧。好，恭喜您了，范大娘。李大叔，托您福了。范大妈，恭喜你了。明儿个喜酒可让我喝个够哦。<笑>小胖子，你放心，明儿个让你喝个不醉不归就是了。我走了啊。<笑> 嫁女儿真是不简单呐，这回可算是定了。哎，这回啊，可不能再让小青白等一场了。嗯，是啊，如果陈建再出个什么差错的话，范大娘，你可要好好的治治他。嗯，哎。 何必那么麻烦呢？枕头上还非得绣个龙凤。龙凤配呀，这个你都不懂。小青，我看你还是休息休息吧。现在时代变了，何苦非墨守成规呢？图个吉利嘛？难道你不喜欢我们的婚事大吉大利？哎，话不是这么说吗？那该怎么说呢？啊，两个人没拜天地就吵嘴了。妈，人家要把枕头上的龙绣好。 结果他说我什么墨守成规的，范大娘，该改口了吧？就是嘛，明儿晚上就进洞房了。<笑>对不起，妈。<笑>好了好了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只有小青这么一个女儿，所以她的婚事必须要慎重一点。就拿枕头这件事来说吧，妈。 你手上的不是已经绣好了吗？那我就不必再赶工了。啊，是啊，争论了半天，真是多此一举。<笑><笑>嗯，胡三，什么事？大队长叫你去，说有急事。啊？什么？说什么你也不能去？哎。 你可别又误了婚事啊！这，是啊，你就误过两次了。哎，不会的，我保证见了大队长就马上赶回来。根据密报，有两个大毒枭，黑吃黑，一追一逃，前进了致远镇。陈队长，你一定要人赃俱获的，在这儿把他们给截住。是的，大队长。 我晓得明天是你结婚的日子，可是吃我们这行饭的。我知道，大队长，您放心好了，我既然是缉私队的队长，这件任务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。那就辛苦你了。李七、胡三，你们两个赶紧到镇上各个场所去，遇上任何形迹可疑的陌生人，马上向我报告。是。 我得先回去跟小青说一声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没有这种道理，难道你还想再延一次婚期不成？
哟，那怎么沉呐？那人家小青姑娘的脸放到哪儿去啊？就是啦，无论如何你得为她想一想啊。咱们走吧。嗯。哎，谢了谢了啊！哎，谢了，慢走您了。哎，谢，慢走啊。哎，先生，您是歇脚还是打尖儿？咱们这个平安客栈包您是平平安安的。给我看一间上好的房间。当然当然。哦，你们这儿可有什么妥当地方停车吗？我的女人呢，最怕吵杂了。哎，有了，咱们这后院有间柴房，是既隐蔽又安静。好，就这么办吧。谢了啊！谢谢啊！慢走您了。先生，您的房间准备好了，您的酒菜，给我送到房间里面去。是，就送来。要我？要我？是您了。那个人什么时候来的？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个明白，到底是我们的婚事重要，还是你那个鬼任务重要？哎呀，这两件事情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？一个是公，一个是私，所以你就让我女儿活该倒霉，是不是？告诉你，再这样我女儿可不嫁了。范大娘，不，妈。哎，你怎么又灌起黄汤来了？外面情况怎么样了？你赶快去通知小李，咱们到平安客栈去一趟。对不起，有了情况了，我。好，你要走，你就永远也不要回来。小青。妈，算了，明天的酒席退了，你再也不要想娶我女儿了。你为什么要告诉妈说我打你？你有爸爸，我没有爸爸，你就生气啊？哼！请里边坐吧。我的兄弟果然神气起来了，看，十几年不见，过得可好吗？哼，有什么好？吃公家的饭，做公家的事。请坐，坐。在你离家出走的第二年，妈就过世了。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妈不喜欢我，她对不起爹，她凭什么又嫁给你父亲？你错了，妈在临终的时候还再三地告诉我，希望你能够谅解她的苦衷。她是为了你才改嫁的。为了我？不谈也罢。我兄弟找我，究竟有什么事？
例行公事，我要检查你的卡车。哦。非检查不可。嗯。非检查不可。好。嗯，请。这样做太过分了吧？里头是什么人？我的女人。哦，你结婚了？嗯。难道不像吗？告诉你，我的女人顶怕繁杂了，你还是饶了她吧。兄弟，果然长大了，明理了。队长，你凭什么认为张彪可疑呢？因为他不是个肯为女人长途跋涉的人。我还是不明白，等你酒醒了就懂了。来来来啦！给我开个房间。哎，马上开，马上开！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任务，比我还重要。哎呀，小青，你快去快去！你听我说嘛，小青，你好好听我解释嘛。不听，我不要听。哎，这儿您呢？哎呦，我。乖乖的告诉我，有叫张彪的啊，住在几号房啊？站住！
我的事今天就可以了了，哼，有本事尽管使出来。这样，去，哎，嗯，去，哎，你怕的，嗯，去，呀，啊，去，是你坏我的事，否则他们早就被我抓到了。你活该！你这是不可理喻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把他抓回来。走。哼，天下男人又不是只有你一个，你走好了，走得越远越好。Thank you.
告诉你多少次了，叫你工作的时候不要喝酒，你总是不听，这样会误事的。好了好了，任务一完，和我喜酒的时候让你喝个够好了，走。
这样找下去，等于瞎子摸象了。干脆啊，我们回去算了。那怎么成？我们一定要找到队长。你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顽固透顶。哎，你怎么还有一瓶酒？狡兔有三窟，酒鬼啊就必须先藏好第二瓶酒。由不得我了，兄弟。好，他抓到你了。哼，你别得意得太早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把你押回去。你能吗？
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！啊，哎，救命啊！哎。是不爱再找下去的，要找你一个人去找吧。武三，你不要这么懒好不好？待会儿回去会吃排头的。我是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还是先跟周公见见面吧。这怎么成啊？快起来吧。哎，胡三。队长回来了，胡三，队长回来了。那好，队长，队长，哎，我们啊找你找的好苦啊。你说，到底肯不肯放我？我一定要把你押回致远镇去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待会儿遇上我那两个把兄弟，就有的你受了。看到他们没有？他们已经到一线天了。哦。前面好像是个公寮啊，队长，我们可以歇会儿了吧？赶路要紧，走。队长，大家总得休息一下吧。好吧。小了，有没有可以喝的？我们大家解解渴。有啊。咦，胡三，队长，我就喝一口啊。胡三，队长，
心寒了，兄弟，这下你可死心了吧？没那么简单。 你上马了你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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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呀！哎！啊！嘿！这！打！嘿！这！打！跟你！这！哎！啊！支援证据。小青，小青啊，吃饭了。这个孩子，小青，还在想陈建是不是？别那么没出息。妈，小青姑娘在吗？哎，小青姑娘，有位先生想见见你，说什么有陈建的消息啊。我去见他。哎哎哎哎哎，小青，小青，哎哎哎，到底哪位先生？他在哪里啊？哎，里边等你好久了，来来。哎哎，你知道陈建的消息？大爷，您说那五块，哎，五块现大洋？嗯。您不再坐一会儿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把他放了。
兄弟，快到致远镇了吧？过了前面的坟场就到了。妈只是为了我才改嫁的。嗯，妈临终的时候告诉我，她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获得你的谅解。妈说她不想让你过贫困的日子，她要让你读最好的学校。没想到我却误会了她，辜负了她。会原谅你的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没有什么来不及的，只要你肯开始，真的，没有什么事来不及的。外国人，他把货交出来。嗯，如果不呢？哼，现在交不交，由不得你了。Thank you.
告诉我，妈，真的原谅我了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来，振作一点。振作够了，就够了。谢谢你，弟弟，你，大哥啊。